有些时候我们在孩子身上那么多控制感，实际上是放弃自己的一个表现，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机会了，觉得我就这样了，我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愿望，我希望在孩子身上实现。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承载的是他自己的生命，如果你真的尊重自己的孩子的话，那就应该让他以自己的方式绽放，哪怕是你是他的父母，其实你都没有权利去规定另外一朵花怎么开放，另外一棵树怎么生长，因为你也是一朵花，也是一棵树。我觉得对我女儿培养，我觉得成绩好不好不是很重要的事儿。我女儿拿卷子，小学四年级拿卷子给我看，老爸老师让这个卷子上都要家长签字，然后我不敢给我妈看，你偷着帮我签一字吧。我一看，59分，小学四年级考试就考59分。然后我小学考试从来没有考过90分以下的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你小学四年级就考59分，你知道吗？等将来有一天你长大了，你到公司里边去工作，你的同事、你的老板，不会有任何人在乎你小学四年级的某次考试是考59分还是考95分。这件事情不重要。你班考的最好的考多少分？考100分。我就跟我女儿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班考100分的那个同学就没必要参加这次考试。因为这次考试什么都没诊断出来，他就白参加了，你知道吧？但你这个收获就大了，你考一次试查出41分问题来，你只要把这41分改过来，你就是这次考试的最大的获益者，对吧？你诊断说你还有41分的东西掌握的不扎实，那你改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告诉你，学习这个事儿，一分一个字一个什么没有那么重要，考不好又能怎么样呢？对吧？那什么很重要？我觉得我自己教我女儿，我是这么感觉。第一，做饭很重要，真的。所以我女儿在幼儿园就会做饭，番茄炒蛋炒的锅外面都是，所有灶台上都是，站着小板凳哈哈一通炒。小朋友到家里来，她说她自己做饭招待，她最喜欢干就这事儿，就是做饭给人家吃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？因为我觉得这代人命中注定是孤独的，就首先他们是独生子女，对吧？将来等他们长大了，尤其是将来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他这个世界上活着，你说谁给他带来这种幸福啊、温暖这些东西啊？你说你谈恋爱结婚，你觉得这靠谱吗？已经50%的离婚率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希望，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，他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突然想吃什么东西了，起来就可以做一点，哪怕是半夜了，哪怕生病了，或者什么。等今年我女儿一到日本，马上就发挥优势了。第一个就是现在是每天每顿都自己做饭吃，第二就是做饭这件事情特别有利于交往，把她扔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，你会看到周围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饭，到我家来吃啊，所以不停的换人到家里来吃饭。我看现在这朋友交了很多，一个是不只是为自己生存提供了基础，还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，大家一起吃过饭的人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技能啊。第二个技能就是独处的快乐，不管有没有人爱我，不管有没有人喜欢我，不管有没有人愿意跟我玩，我自己都可以玩得很开心，很惬意，活得很优雅，很有质量。我自己在那儿，我自己可以玩得很开心，我可玩的东西太多了，对吧？然后我自己把我的日子活得挺好的，有人爱我，我也活得很好，没人爱我，我爱我自己，对吧？我也活得很好。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。第三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爱好，但是这个爱好不只是爱好，
能够给他带来荣耀感和成就感的一个东西。就我喜欢一个东西，然后玩那个东西，不止玩的过程中我很开心，而且玩出我的尊严来，我玩的比别人玩的好，大家也认为我玩的好。我女儿小的时候喜欢画画，在那儿弄一支笔就开始到处画。小的时候画的画你根本看不出来，首先它不是画，你不知道它画什么，然后墙上哦画几个，然后过两天又画几个，然后不止在墙上画，桌子上啊，什么板凳上边，然后枕头上面，我们家床头到处画的都是，就你也不知道那画的是什么古怪的东西。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我觉得可能我做的唯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因此指责他、批评他或者打他。我觉得反正小孩嘛，想画就画呗，我们家反正也没人来。后来我想，这么喜欢画画，报个少年班吧，就是那个少年宫里边上了三堂课，我说算了，还是别去了。因为那时候孩子小嘛，大人得陪着去，我陪着去，他在里边画，我在外面等着，趴窗户看老师怎么教。蜡笔画怎么教呢？老师在上面给你画一个五角星，这个画个圆，这个画个正方形，完之后说你用蜡笔把它涂均匀，不许出那个框。我女儿啊，分分钟就涂好了，也不均匀，然后外面啊全都是啊，就送给老师。老师我画好了。老师你这画什么东西啊，对吧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，不许出那个框，而你里边这也不均匀，你要把它涂细涂均匀。我女儿很不高兴，我女儿我第一个画完的，然后不表扬我，拿一个红的蜡笔，100分，这样。老师过来说：“谁让你自己评100分呢？不许自己评分，对吧？你画成这样还100分，嗯。”然后我在外面看着，我想算了，我不能让我女儿来学画了，这种画我觉得不行。我女儿将来要不准备做油漆工，对吧？你干嘛说要涂均匀，然后不能涂得快外面？我算了，还是自己回家院画点什么画点什么。后边呢，就是他自己从来没上过任何的那个美术班，就是自己喜欢画点啥画点啥，就这么。到了高二的时候，说成绩不是很好，可能考985很困难，所以现在就去日本动漫大学去读动漫去了。日本大学很古怪，3月底4月初入学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有半年的时间没事情做，就给他找了两个动漫公司去实习。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实习都是到大三大四才能去实习嘛，他是就是高中生就去实习了，实习完再去读大学。我觉得这个实习对他的影响特别大，一个是对他对职业的看法不一样，还有就是公司里边的，你刚去人觉得哎小高中生啊来了，人可能还关照一下，但是你干个5天8天的，谁也不管这些了，对吧？就是当一个员工来对待了。所以那个公司里边的所有的关系的处理啊，做事情的流程啊，大家的同事之间的相处啊什么，就那全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去体验一下真的蛮好的。去了以后人家看高中生来了实习嘛，就打点杂嘛，就人家画的画你去勾个线啊，涂个色啊，就干了这个活。然后发现他画画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，就特别古怪，因为他不是正规的这种培训出来的嘛，他是野路子出来的。说你很奇怪，你怎么会这么画画呢？然后就说哎，你们大家都过来看，你看他，但是你们看他画东西这个画法。然后大家一看说哎，这个画法很好啊，比他们原来那个简洁方便多了。后来说你画人吧，画个路人甲。画完之后说那你来画个配角吧。然后后边呢，他在第一个公司2个月，最后临走的时候是他自己主持了一个项目，就全套卡牌的所有人设全部是他一个人来做的。我女儿现在专业上是绝对有自信心的。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帮过她，我觉得我做的唯一贡献就是没有阻止过。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反对她从事这个行业的。我跟她说你喜欢动漫，现在把你送到日本专门学动漫，世界最高水平也就这样了，学完之后就算了。就我自己其实不太希望她以此为生，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坚持做，我一定会支持他。就我不支持你的选择，但是如果你选择了，我会支持你。
为了我们一个小课题，一个外国人居然熬夜通宵花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们也要至少也要做点什么，然后大家就突然很积极。被感动了是吧？挺好的，这不是努力是有结果的。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努力有结果。如果我问你女儿一个问题，比如说问她说，你觉得你的父母对你培养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什么，你觉得她会怎么回答呀？我觉得应该是宽容吧，因为我女儿也不止一次的跟别人表达过，她觉得遇到我们这样的父母她也算是很幸运的事，因为她看到她很多同学的父母是扼杀了那些孩子的天赋。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，你没有办法为她的人生承担最后的责任。我们很多人去干涉孩子的兴趣，去干涉孩子的婚姻，去干涉孩子的职业，但是最后当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，还是孩子自己去承受这样的结果，不是我们大人替他承受这样的结果。那如果你不能为他承担这个后果，你干嘛要为他做决定呢？所以我觉得父母应该更好地过好自己的生命，我觉得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。